然后有苦。这首歌是不在这样讲啦，这首歌是这样讲，就是一个繁琐的生活啊，然后就是很多事情啊来，那一种宣泄的感觉。我非常喜欢后面那种强烈诉说的感觉，然后我都想抽出来，吐出来的感觉，感觉他很多心事啊。等一下再听他慢慢说好了。偷笑怎样？偷笑一下。对，好啦，我们欢迎下一位同学啦。来自中兴大学王韵南同学带来的 Drifting Clouds。谢谢，谢谢同学，听起来非常。